时间永远是最好的见证，你把精力花在哪儿，就会在哪儿得到尝到过成功滋味的人最明白，成功的规则并不是那些小动作，而是勇往直前的决心和风雨兼程的行动。世上根本就没有轻轻松松的成功，只有从不怠慢的用功。与其浪费时间研究那些所谓的人情世故，不如多读书，多实践，修炼出一身不可代替的本事。有了过硬的本领，自然不用在乎那些乱流，别再揪着潜规则的辫子，否定他人的努力，玷污他人的成功，也别打着潜规则的幌子，纵容自己的懒惰，荒废珍贵的时光。来源：携手圈作者，第录主播，小松编辑，会员值班主任，李记。